两名男子当街扭打头戴安全帽的男子，把对方重压在地，再拿起安全帽就往他头上砸，一连猛砸好几下。对方受不了，不断想逃脱，但男子不断拿安全帽猛打他臀部。附近民众目击整个过程，心惊胆跳，赶紧上前劝阻。听说好像有借贷关系。警方接到通报到场，两名男子都已经离开。据了解，疑似有债务纠纷。打人的陈姓男子25号在路上意外遇到欠钱的朋友，讨要1000块钱不成，突然情绪失控，双方爆发冲突，当街推打互殴。现在男子好几次想逃，都被陈姓男子压在地上，拿安全帽猛 K。两名男子打架，其中一人还拿起安全帽砸人，通知相关涉案人到案说明，彼此表明互不敌，伤害告诉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传唤两人到案，双方表明互不提告，但为了1000块钱，朋友反目成仇，光天化日当街互打，钱没要回来，两个人都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送法办。记者廖明、韩志兴、谢云珍云林采访报道。